党执政党立法委很摇摆，民进党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很摇摆哦。前两天早就把你们这些什么谁住哪里啊，赖清德住哪里，谁住哪里、啊、都标定好了、啊，你们作息时间都标定好了，一开战的话马上斩首，一个都不留。第一个时间，民进党中央党部就从地球上消失了。你们黑熊学院很嚣掰啊，第一秒钟就从地球上消失了。解放军绝对有能力进攻台湾，那不是问题。那你这讲它有没有意义嘛？比如举个例子，顾立雄不讲吗？说台湾海峡的货运价值一年有2兆，这个4500亿美金吗？对他讲不是问题啊，为什么不是问题？里面1/3是中国大陆的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台湾海，你看运进上海也要啦，运进宁波也要啦，运进天津港都要，运进山东青岛港都要经过台湾海峡，从中东的油过来运到那边去，出口还不是一样？出口你看上海的出口要从哪里要运到欧洲去，从哪里运啊？当然经过台湾海峡，所以2兆5000亿左右的美金的运输的价值产值是他们的多啊，嗯。那你要担心干什么？你担心说，哎呦，你不能打，打了以后呢，你这个至少有2兆，哎，台湾比例很小吧？然后那个什么，那个日本比例不小了啊、哦，然后那个韩国比例也有一些啊，就是说三个国家而已啊，还有大陆占最多啊。那你孤立小块担心什么？你的数字会不会情报不通啊？嗯，我跟你讲，他会厉害到什么程度？锁定民进党的立委斩首，打不到其他党派的立委啊！他厉害到这种程度才可以打了。嗯，你说国际不可能坐视不管，最大咖就大陆，他不在乎了，你的国际会谁会在乎啊？大家都觉得说，难道战争真的要来了吗？因为农业部就公布了战争存粮的细节哦，稻米库存不得低于3个月，另外呢，要优先种植甘薯、大豆，还有一些短期的蔬菜，同时呢，饲料库存可以支持养殖3个月以上。好，另外还包含了蔬菜、肉类啊，要自主供应1年。油气、水电要强化调度韧性。国防部同时呢，也针对这个离岛有做战备存粮的调增政策哦，包含呢要让这个防区的官兵食用100天以上。同时呢，原本的这种加热式的餐盒，现在已经从救灾物资调整为战备物资了。好，同时专家也提醒，饮用水的供给设施也很重要，因为很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攻击的目标。另外，如果遭到中共的蟒蛇封锁的话，经济部说现在已经规划3个接收站，完成之后就可以达到14天以上的法定存量。好，国营司长有说，厨艺的燃煤电厂到时候要转为国安备用机，这个部分我问一下蔡委员，你怎么？怎么样看？我送他4个字，叫废话连篇。第一个，他说救治伤患不重要，然后要歼灭敌人不重要。全世界除了上帝以外，没有人有能力歼灭解放军啊！你告诉我谁？连美军都做不到，凭我们台湾这些军队，连那个什么陆军啊，是阿兵哥缺，士官长缺，士官缺，连长。哦，对，连长都缺，嗯，哎，连长缺的话，你总司令有什么用啊？你参谋总长有什么用啊？你最后下达命令不是说连长这些人去帮你执行的吗？啊，你白搭嘛！战争会拖3个月，甭想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不要以为俄罗斯打乌克兰打了3年，你以为解放军打台湾打会打3年吗？我告诉你，3天。为什么我这样差距这么大？因为战略目标不同嘛，解放军会想说：“哎呦，这个，哎呀，你这个民进党好棒棒哦，继续执政哦，来继续执政。”你想太多了，解放军早就把你们这些什么谁住哪里啊，赖清德住哪里，谁住哪里、啊、都标定好了、啊嗯，你们作息时间都标定好了。这是新闻吗？这不是新闻哎、欸！一开战的话，马上斩首，嗯，一个都不留。不是我来吓唬你们。因为今天民进党执政党立法委很摇摆，民进党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很摇摆哦。第一个时间，民进党中央党部就从地球上消失了。你们黑熊学院很摇摆啊！我跟你讲，第一秒钟就从地球上消失了。现在战争不一样嘛，解放军会那么傻傻封锁你、啊，才不会封锁你的。为什么？他封锁你，然后等到你叫这个哎美国啊赶快来，解放军又不是宋襄公。说哎呀，我不过河，哎，等你军队过来，我们再打。解放军会等你说，哦，等到你美军所有的10个航空母舰台来，我去打，会再干这种事啊？解放军没那么蠢啊！嗯，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
防晒乳我选 Kate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